我们上节课呢是这个隐函数，就是微分法已经讲了一个方程的，对不对？哎，那么对于多个方程的这种方程组成型还没有讲，但是呢，我刚才我把我们这个班上的，也就是说是第九章当中的隐函数啊，隐函数一个方程的和方程组的两组题目呢已经给大家打开了，给大家下去呢自己做一做啊。 今天的第一件事情啊，我们同学呢倒是问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要看一下，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应该是好问是吧？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我课件上面打的是吧？它呢是对于这地方的这个公式啊，就是这两项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他没有看清楚。 没有看清楚的话，我们就利用我们前面的29号有一个同学发了他所做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利用他的这个图片看一下。好，这个尽量的放大一点，别打了吧，应该差不多了。好，主要就是看一下它前面的这两项吧。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话呢，也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复合关系图呢给它画出来啊，画出来，因为我们要把 x、y 加的一个变量的转化成 r 西塔的，那么就把 r 西塔呢当成中间变量，把 x、y 呢当成自变量啊，这样的一个复合关系当中呢，我们来求啊对应的 PIU PIx，以及我们这个题目呢是要求的是拉普拉斯算子，也就是说求 u 关于 x 的二阶偏导，再加上 y 关于 u 关于 y 的二阶偏导数，对不对？所以呢就先求这个 u 关于 x 的一阶偏导。 再来求 u 关于 x 的二阶偏导，也就是说是从整体的思路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它在做什么啊？它做什么？首先第一步，偏 u 偏 r 啊，偏 u 偏 r 再乘以 偏 r 偏 x，那么 r 呢，关于 x y 的关系式，上节课呢已经写过了，是不是等于根号下 x 平方加上 y 的平方吧？对不对？所以利用这个式子呢，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r 关于 x 的导数，它是等于根号分之 x， 对不对？哎，根号分之 x， 而这个根号分之 x 呢，又等于一个根号乘以 cos theta， 所以这项呢计算出来就是一个 cos theta 啊，所以呢，它把这个 偏 r 偏 x 呢已经计算出来了，就是这一项。然后另外一项呢，就是偏 u 偏 theta 第二条件，大家可以看到，再乘以偏 theta 偏 x， 对不对？ 哎，那么这时候呢，对应的 theta 的表达形式呢是 arc tangent， 哎 y 除以 x， 这是它的表达形式。那你从这个表达形式当中呢，可以求出来 偏 theta 偏 x 的这个计算公式，那么就是一加 x 分之 y 的平方分之负的 x 平方分之 y， 对不对？哎，然后呢，再将 x y 呢转化成 r theta 的表示形式。x y 与 r theta 的表示形式呢，我写在这儿吧。
x 等于 r 乘以 cos 西塔 ，y 呢等于 r 乘以 sin 西塔。那么这时候呢，大家把它呢通一下分，化简一下，那么得到的形式呢就是负的 r 分之sin 西塔。所以这一项呢，它求的也没有问题。这就是第一次我们用的复合关系图，把一阶偏导数求出来。那么类似的，它也求出来了偏 u 偏 y。这个呢，我们再去不说，我们只说偏 u 偏 x 的项是怎么得来的。偏 u 偏 y 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同学就根据这个复合关系的这个求导公式啊，你偏 u 偏 x 关于u 关于 x 求导是这么求的，那么 u 关于 x 的二阶导数呢，它也是这么求的，就说明 ux 和 u 呢是具有同样的复合关系图嘛，对不对？哎，所以呢，它这写得很清楚啊。啊，偏 u 偏 x 再来关于 x 求一次偏导数，那么跟上面的公式是一样的。偏关于 r 求一次偏导数乘以 r 关于 x 的偏导数，加上关于 theta 的偏导数乘以偏 theta 偏 x。那么把上面所求出来的偏 u 偏 x 的表达形式给它带进来，带进来呢，这个式子呢，关于 r 求偏导数就可以了。注意，你关于 r 求偏导数的时候呢，theta 是常数了，对不对？哎，theta 是常数。既然 theta 是常数，那你就开一下这一项啊，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式子，关于 r 求偏导数呢，应该等于什么？是不是是偏 u 偏 r 再关于 r 求一次偏导数，得到的是第一项哈。第二项呢是偏 u 偏 theta 再关于 r 求一次偏导数，它求哪去了？它这地方是不是少了还在写，写后面一项，后面一项的话，它是乘积求导数，对吧？这里面也有 r，这里面也有 r。所以它先关于后面的这个 r 的话呢，求偏导数得到的是 r 平方分之 sin 西塔乘以偏 u 偏西塔，那还少一项呢，还要再加上一个什么项子呢？是不是是负的 r 分之 sin 西塔这一项不动，对吧？还要再乘一个偏 u 偏西塔这一项关于 r 呢求偏导数，所以呢应该有个偏平方 u 偏西塔偏 r 啊，偏西塔偏 r，所以说明它这地方呢少了一项啊，少了一项。那么后面呢？你原来乘的是 cos 西塔，cos 西塔呢显然是与这个 r 没有关系，所以这一项的话呢就照旧写下来。这是他所做的这一项，是吧？这一项，它是外面乘了一个偏 r 偏 x 的项啊，是这一项。注意啊，我补充的这一项应该是在它这个括弧里面应该有这么一项。好，然后再加上里面的偏。u 偏 x 这一项关于 theta 求偏导数的，再乘以偏 theta 偏 x，偏 theta 偏 x 呢，刚才已经求过了，就是这一项，所以主要是看上面的这一项关于 theta 的求偏导数呢，总共有几项，我们看看我们同学写的全不全啊？首先第一项偏 u 偏 r 是不是关于 theta 还可以再次求偏导数，对不对？哎，可以关于 theta 还可以再次求偏导数，所以呢，这时候呢，应该写出来有两项。一项的话呢，就是这个偏平方 u 偏 r 偏 theta，对吧？乘以原来的 cos theta 是不动的，这项呢我没有看到它写到哪里去了。好，把这一项呢补充上来。另外一项呢是偏 u 偏 r 这一项不动的情形下，关于 cos theta 求导有个负的 sin theta，它写在这儿了，这是没问题啊，没问题。好，下面继续看它后面这两项乘积关于 theta 求导数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偏 u 偏 theta，那么跟 theta 有关系，还有这个 sin theta 跟 theta 也有关系，这两项呢，它倒是写清楚了，可以看到有两项，对不对？哎，有两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成了一个负的 r 分之 sin theta，这一个呢，它下来了，我补充了这两项之后就没有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呀，我们同学呢，求到这地方，像这样的项呢，容易掉也是正常的。它既然这个地方掉了的话，那么偏平方 u 偏 y 的平方那地方呢，应该也是把交叉项给掉了。啊，交叉项呢倒是刚好是给相互约掉了，所以你如果两个都忘了，那么你的答案呢也是对的。你如果都没忘，那么也应该是对的啊，答案还要求对。但是你要是忘了一个，那可能就消不掉了，就比较麻烦啊，比较麻烦。所以它后面整理的项的话呢，显然应该是会少了两项啊，会少了两项。那么同样类似的，它求这个 u 关于 y 的二阶偏导数的时候，方法是一样的啊，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注意一下啊，因为它在求导数的时候呢，ux 用了这一个复合关系啊，用复合关系。那么同样的，对于后面的 u y
关于 y 型开导数呢，应该也是用的这种复合关系，这地方还可以看得到。那这写错了吧？这是偏 u 偏 x 关于 r 球偏导数，这是偏 u 偏 u 偏 u 偏 y 关于西塔球偏导数。好，那么具体的算法呢，大家就自己好好的算一算啊。像这种题目的话呢，我们说是一个很好的练习题目。看来是没电了，话说两句就找不见没有电池了。今天咋这么不自觉的不给我们电池啊？一节电池都没有。我打个电话让他送一下。麻烦你往那个 C301送两节电池，好吧？一点电都没有。C301。就是这个，你们这个麦克风是个大大的这个电池。这是在上课呀，你们以前都是给我放在框框里面的，所以我就没去拿过了。好，麻烦你了。呀，我想起来，我包里面好像还看过了一个电池。你们学过物理的，两节电池要同时换还是只换一节就可以用了？那我原来包里面是有几节的，我还给他的时候呢，落掉了一节还在我包里面，一直没还他。再换一节吧。那么对于这个例子，这个练习啊，我说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现成的题目，在很多书上都可以找得到，像我们这个辅导书上也有这道题目，还有这个数学物理方程的书上呢，也经常会拿这样的题目呢做练习题目，或者说至少有答案，对吧？它过程它可以不写，但是至少有答案，所以呢，作为练习题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上次课的话呢，来学习这个隐函数微分方法的第二种方法。那么前面一种呢，我们给的是一个方程所组成的这种所确定的隐函数的这地方的存在性定理以及它的导数的公式，让它呢再回忆一下，我们方便的用到我们下面的这一个。大家看一下。我们当时不是说了，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方程，大 f(x,y) 等于零，是吧？在 x 零点，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如何能够确定一个一元函数 y 等于 yx 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要求二元函数大 f(x,y) 呢要具有连续的偏导数，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验证大 f(x) 以及大 f(y) 这两个函数的话呢要连续这二元函数呢要连续。第二个条件呢是满足方程，这个很自然。第三个条件是说这地方的大 F 关于 Y 的偏导数。我刚才一节换了一下，就换了这个。好的。
来看，也就是说是这个二元函数呢必须满足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大 F 关于 Y 的偏导数要不等于零啊，这样呢才能够确定 Y 是函数变量，那么剩余的一个变量 X 呢就是自变量，并且呢得到的这个函数呢它是一个具有一阶偏导连续的，所以它的偏导数公式就是 dy 除以 dx 等于负的 fx 除以 fy。 上节课呢我们说过这是不是有个负的对角线关系啊，对吧？哎，所以你只要记着这个，那么这个公式呢就记准确了，你就可以用。哎，那么要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将你所谓的方程转化成大 fxy 等于零的形式，对不对？哎，检验三个条件，那么你就知道啊，谁是函数，谁是自变量。这是我们这个上一节课所给的一个方程确定引函数的这个存在性定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方程组的这种形式。方程组的这种形式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就给了一对方程组，那我们看一下，则方程这是一个方程的，哎，还没有翻过去啊。上节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过了，三种方法。这是方程组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给了一个大 F 等于零和大 G 等于零两个方程，这两个方程呢我们说是两个方程可以确定两个函数，对不对？哎，可以确定两个函数，里面的变量呢至少会有三个变量啊，会有三个变量。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用四个变量的形式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呢如何哎来完成。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条件呢和我们前面的三个条件呢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偏导数呢要在相应的那一点处呢要连续，对不对？那么这时候呢你对应的偏导数大家就可以看到 F 是一个四元函数，大 G 呢也是个四元函数，所以它的偏导数呢是不是就有多个，有 FX FY 有大 FU 还有大 FV， 是不是？同样类似的也有大 GX 大 GY 还有大 GU 还有大 GV。 哎，那么也就说是总共呢有这么多的变量呢它都是哎这样的，这偏导函数呢都要在相应的点呢是连续的啊，还有 GU GV， 对不对？哎，这是第一个条件，要求在那一点的领域里面呢要连续。第二个条件呢满足方程嘛，那么自然而然呢你就把相应的点带进来， X0 Y0 U0 V0， 对不对？哎，等于零，还有大 G X 零 Y 零 U 零啊 V 零等于零，对吧？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我们说是你原来说的是一个方程的时候谁是函数变量，那么你的大 F 是不是关于那个函数变量的偏导数要不等于零？那么现在呢，这个条件就改成这个形式了，改成是大 F 大 G 关于函数变量，因为我们两个方程有两个函数啊。对不对？两个方程有两个函数，关于函数变量的雅克比行列式也不等于零，就是我这地方所写的这个阶的表达形式。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这个阶呢应该是等于大 F 关于函数变量，大 F 关于另一个函数变量，大 G 关于函数变量，大 G 呢关于另一个函数变量的组成的二阶行列式，那么它要不等于零。条件是不是改了一点点？哎，但是的话呢想法是差不多的。那么则在这个条件下面，我们就在相应的这个 x0 y0 点，那么就存在一个小领域，在这个小领域里面就存在两个二元函数，因为 u 和 v 是函数变量，剩下的 x y 是不是就是自变量，对吧？哎，自变量，那么所以特定的二元函数呢就是 u 等于 uxy，v 等于 vxy 啊，确定是这样的二元函数。那么这种二元函数呢并且是可导的啊，它的偏导数呢将来求法我们仍然是按照这个公式的话呢来求啊，负的阶分之一偏 FG 偏 FV 的形式。至于这个公式是怎么回事，我们下来再给大家解释啊，满足下面的这个公式，好吧？这就是说我们把理论性的东西呢就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理论性的东西我是没有往上写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求导公式是怎么来的，好吧？哎，求导公式怎么来的，我们就对这个哎，雅克比行列式呢就清楚了，就不会写了这个雅克比行列式这么生疏了啊。所以下面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来推导这一个求导公式。好，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 U V 是函数变量， X Y 是自变量，
那么确定的函数呢，就是我画的这个圆圈里面的东西，是吧？哎，我们下面呢就把它带到方程当中去。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得到 x y 的两个恒等式，第一个是 f x y、u x y， 还有 v x y， 恒等于零了，对不对？哎，恒等于零。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大 G x y、u x y、v x y， 恒等于零，啊，恒等于零。好，这两个式子一出来，那么显然，哎，也就是说是每一个式子啊，它都是 xy 的函数啊。xy 的函数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确定了 xy 是自变量，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关于自变量来求偏导数，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求关于 x 的偏导数的话，我们下面一步就是对上面的式子，那么求关于 x 的偏导数。那你关于 x 求偏导数，你把谁当成常量啊？是不是 y 要当成常量，对吧？哎，所以这地方呢就要注意 y 呢，你就把它看成常量，啊、嗯，看成常量。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把它做一下就行了啊。得到的是下面的表达形式了。第一个式子关于 x 求偏导数，那么大 F 关于 x 的导数有吧？大家根据复合关系图直接画，是吧？再加上 F 关于 u 的偏导数，再乘以偏 u 偏 x 吧。没问题吧？哎，再加上 fv 乘以偏 v 偏 x 等于零，零的偏导数是零。然后另外一组呢，是大 gx 加上大 gu 再乘以偏 u 偏 x 再加上大 gv 乘以偏 v 偏 x 等于零。好了，我们就得到了偏 u 偏 x 以及偏 v 偏 x 的一阶线性方程组。是不是方程组？好，这个方程组一出来，那你们就可以利用 Clam 法则，那么得到我们要的解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哎，则，那么你就可以解出来它的解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偏 u 偏 x 等于什么形式呢？大家还记得你们的分母是不是应该是它的系数行列式？啊，系数行列式呢是谁呀？是不是是 fu fv 大 gu 大 gv？是不是这个二阶行列式？好，那么分子呢？还记得是什么样子的吧？分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非线性项大 f(x) 大 g(x) 一般要挪到这个等式的这个右端来，对吧？哎，挪过来，那么是不是就要添一个负号了？啊，添一个负号。然后呢，用它的非奇字项，要代替偏 u 偏 x 前面的系数 fu fg 吧，对不对？哎，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公式呢给它写全了。根据行列式的性质，把那个负号呢我提到外面去了啊、嗯，把大 fu 大 f 大 gu 那么换成大 fx 大 gx， 后面两个不动 fg gv fv gv， 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它的这个解就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解呢是一样的来写啊。偏 v 偏 x 等于它的分母呢也是 fu fv 大 gu 大 gv 的二阶行列式，上面也是负的，关于 u 的偏导数项不动，关于 v 的偏导数项换成 x 的表达形式。 OK，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求解过程。这个求解过程呢，大家将来可以用到方程组所确定的隐函数的求导当中去，这就是一个代入法啊，就是一个代入方法。好，那么下面利用这个解问，我们来解释前面所给的雅各比行列式的符号了。这个解论当中的分母，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 fg 关于 u 和 v 的雅各比行列式在这个地方，是它吧？你做分母的，你当然要不等于零了。这不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要求嘛，对不对？所以雅各比行列式要不等于零。那你再来看它的分子当中，我要求偏 u 偏 x 的时候 ，u 关于 x 求偏导数的时候，我把下面的关于 u 的偏导数就换成关于 x 的偏导数。那你发现是不是也有一个负对角线关系？啊，这是偏 x， 那么关于 x 导数是不是写在上面？上面是偏 u 的，关于 u 的偏导数的应该写在下面。但是你应该明白，整体的这个二阶行列式一定是关于函数变量的那个雅各比行列式，对不对？哎，所以还是一个非对角线有关系。那么这一组呢也是一样的，把偏 v 的
这个导数项，那么换成偏 x 这个导数项，记住前面还有个负号，是吧？所以仍然是一个负对角线关系啊，负对角线关系。这就是我们这句话呢，给大家第二个做出来的这一个方程组所确定的隐函数组，它的偏导数如何来求？我求了一组关于 x 的偏导数的，那么关于 y 的偏导数呢？那我们现在想一下，写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做上面的过程。只看一下最后的公式的变化应该在哪里变呢？大家想想看，就是前面的过程呢都是差不多的，只是把关于 x 的偏导数呢变成关于 y 偏导数就行了，对不对？那你想最后的结论，如果是偏 u 偏 y 这地方应该是哪里有所改变呢？偏 u 偏 y 的话呢，哪里有所改变？这地方是不是不应该再是偏 x 的，应该是关于 y 的偏导数了吧？对不对？哎，所以这地方的偏 v 偏 y，我们将来也是把关于 x 的偏导改成关于 y 的偏导数，OK 了，对吧？哎，所以整个的过程的话呢，我们对比起来，相对来说呢，就是多了个方程嘛，主导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好，下面。我们刚才解决了两个方程组，四个变量的，确定的是两个二元函数。那我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我的问题是什么呀？我问你，如果我这地方只有三个变量的，那么确定的函数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大 F 是 x、y、u 的函数，大 G 也是 x、y、u 的函数，这不是三个变量？三个变量，那你说确定几个函数啊？我们说过是几个方程是确定几个函数啊？哎，所以你线上呢应该还是确定两个函数啊，对不对？确定两个函数，那么函数变量是怎么样把它确定下来的呢？我们是不是仍然要根据那个雅各宾好列式的形式去算？假如说，那么关于这地方已经没有 v 了嘛？假如说关于 u 和 y 的雅各宾好列式，哎，那么它要是不等于零，我们确定的函数变量应该就是谁呀？是不是 u 和 y 吧？是不是一个 u 一个 y？那么自变量是谁呢？你总共就三个变量嘛，两个是函数变量，剩下一个是不是自变量？所以确定了 x 是自变量，这样呢，两个函数就是 u 等于 ux，y 等于 yx，两个一元函数就确定出来，对吧？哎，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你下面你要再求导的话，你也可以像刚才一样代入一遍。也可以用呢这个雅各宾好列式的形式呢来表示它相应的导数，啊，相应的导数。代入法呢我就不做了。那么如果是雅各宾好列式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求导是不是只能求两个，一个是 du dx，另外一个求导是不是只能求 dy dx，对不对？哎，那么根据负对角线关系，我们如果用公式法来写的话，大家想想它的分母应该是谁？分母是谁？是不是 f(g) 关于函数变量的雅各宾好列式？好，那么 两个函数变量是 u 和 v 嘛，所以是 fu fy，另外一个就是大 g u 大 g y，是不是？负的对角线关系呢？那么将来就会导致我们上面应该把谁的导数换成谁的导数？偏 du dx，我们是把关于 u 的偏导数要换成关于 x 的偏导数，哎，这就完了嘛。所以这时候呢，上面的写法就是把 fu 呢要换成 fx，大 gu 呢换成大 gu，大 gx，后面两个不动，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公式呢，我们就会这样子模仿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下面这一个也是类似的，关于函数变量，那么它的雅各宾好列式 fy，f。还有大 G U，还有大 G Y，OK。上面呢，那么就把 Y 的这一项呢换成，关于 X 的是吧？FX 大 G X 前面一项不动，还前面有这个负号嘛？这也就把它推出来了。好，那么像这样的推出来之后呀，我们同学呢下面做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下面通过例子来说明，好了。雅各宾好列式的性质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么下面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给了两个方程组，
这两个方程组里面，首先有几个变量，我们要数清楚，是不是 x、y、u、v 有四个变量？有四个变量呢，有两个方程，两个方程确定两个函数。那么就来看看两个函数是不是在它这地方的提问当中已经出来了，是 u 和 v 嘛？所以确定了两个隐函数呢，我们就知道应该是 u 等于 uxy，v 等于 vxy 嘛。uv 是函数变量 ，xy 呢就是自变量，对吧？就是自变量。好，那么就跟我们刚才所推导的那一组公式其实是一样的。如果用公式法来解的话，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先把大 F 和大 G 呢给它写出来？而且大 F 大 G 是什么？四元函数，四元函数 ，x、y、u、v 都是它的这个函数变量啊，四元函数。那我们要找的对应的偏 u 偏 x 的话，以及什么偏 v 偏 x 这一组的话，我们是不是先要写出来这个关于 u 和 v 的两个比哈雷式，也就是那个分母，对吧？那你就来算一下它的分母呢是什么。所以你要在旁边打草稿，也写出来大 fu 啊，以及大 fv 啊，还有大 gu 哎，大 gv 的表达形式来。好，那你看大 gu 等于什么呀？四元函数当中关于 u 求偏导数剩下的 x y v 是不是都是常数？都是常数的话，那么求导出来，显然这个是 x 嘛，对不对？哎，大 f v 呢？那么就是把 x y u 呢当成常数，关于 v 来求偏导数，求出来呢是负 y， 哎，所以这一项呢出来是负 y。好，另外一个大 g 呢也是四元函数，关于 u 的偏导数出来是 y， 这个关于 v 的偏导数出来是 x， 没问题吧？求出来了。求出来之后呢，它对应的这个雅克比哈列式你就来算这一个二阶哈列式的值是多少，算出来是不是恰好是 x 的平方减去负 y 的平方，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出来了吧？哎，这就是说我们在前面的应该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啊，这是我写出来的具体的怎么做的。好，那么另外一项你要求偏 u 偏 x 的话，我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分子啊？分子的话呢，应该把关于 u 的偏导数的项换成关于 x 的偏导数的项就可以了。那么你现在呢，就来写一下这地方的大 fx 等于谁呢？是不是等于 u 啊？来，看到了没有？啊，除了 x 是变量之外，把 u、v、y 呢都当成常数，然后大 g x 呢是个 v 嘛？这一项呢，刚才算出来这是负 y， 这里是 x， 所以就是 ux 加 vy。分子呢就是 ux 加 vy， 分母呢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前面呢还有一个负号啊，还有一个负号。因为原来呢我是每一个式子都打在上面了，结果太长了放不下，我就把中间步骤呢都给省略了。在上课的时候呢，我直接给你拿手画一下就行了。大家看看这种公式方法是不是求起来也很方便呀？啊，所以另外呢，我们再写一个偏 v 偏 x 的话，大家想一下最后的结论呢应该是什么样子？负的分母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分之一是不动的，对吧？分子当中呢，我们只需要将什么关于 v 的偏导数是不是改成关于 x 的偏导数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呢出来就是 xy， 另外一项呢这是 u， 这是 v 啊，那么出来最后的结果就是 vx减去 vx 减去 uy 再除以 x 平方加 y 平方，还有添一个负号，这地方负的，这地方就正的，对不对？哎，负的正的。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公式法，那么就会求这一类的这个导数公式了啊。那我们同学呢，自己试着写一下这个偏 u 偏 y。哎，我先把答案呢，不要给你们放出来啊。你们可以先写一下偏 u 偏 y 和偏 v 偏 y， 试一下公式方法，那么你会不会写啊？
看来我们同学公式法用的还不错啊。好，来看一下答案，对照一下你们有没有出现错误呢？或者说是我算错了也有可能啊。偏 u 偏 y 算出来是这个 vx 减 u y 除以 x 平方加 y 平方，偏 v 偏 x 呢算出来是负的 u x 加 v y 除以 x 平方加 y 平方。我让你们算的是哪一组？关于 y 的是吧？那就是这个，还有另一个在哪里？还差一行是吧？下面还有一行吗？我怎么感觉我是不是截多了？还差一组是不是在后面？啊，没有写了，那就是说我这地方呢截的时候截多了，把一些东西给截掉了。好，那你至少可以对照一下偏 u 偏 y 的这一个偏导数的结果是对的吧？是不是啊？哎，那你就知道负号别忘了就行了。然后呢，公式法就是这么做的。第二种做法呢，还有我们同学呢习惯于前面的那种微分方法。微分方法呢是如何来做呢？我们在这里面呢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作为一种方法，那么有时候呢它也是很方便的。首先第一步，仍然是将两个方程呢进行微分。微分的时候要注意，不管是自变量还是函数变量的微分呢都要出来，啊都要出来。所以呢，第一项乘积微分出来是两项，对不对？第二个 YV 的乘积微分出来也是两项，啊，这个下面这个式子呢也是一样的，最后把它的微分整个的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呢，我们事实上是想利用全微分的公式去求偏导数，所以你就要知道谁是函数变量，对不对？根据它这地方所求的。我们就知道 u 是 x y 的函数，v 是 x 的 y 的函数。那么 u 的全微分的表达形式应该写出来是 u 关于 x 的偏导数乘以 dx 加 u 关于 y 的偏导数乘以 dy，对不对？你看到这里面呢，是不是只出现了三个微分？u 的微分、x 的微分、y 的微分，也就是说你这一个函数应该出现的几个微分的式子应该有。啊，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么就是 dv 了，啊 dv 这地方写错了啊，应该是把这个 dv 呢给它消掉呀，是不是？你看这地方有个 dv，这地方还有 dv，这地方有 dv，这是 du 啊，不对，就不消这个。所以下面啊，把这两个 dv 呢给它消掉就行了，消掉之后把它整理成这个全微分的表达形式，就是我们下面写的这个。啊，写了这个，然后 dx 前面的系数就是 u 关于 x 的偏导数，dy 前面的系数就是 u 关于 y 的偏导数，所以呢就可以整理出一组这个偏导数来。那么另外一组呢，类似的来解。哎，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微分法是不是也很方便，对吧？啊，当然微分法呢，你一定要知道啊，谁是函数变量，把函数写出来了，你需要是函数的全微分表达形式，不需要的量给它消掉，啊。这就是关键之处，啊，那么下面我应该还给了代入方法，代入方法呢，事实上就是我刚才推导公式的这一个方法，也就是说，你首先将你所确定的隐函数代入到方程组当中去，代进去之后，你的方程组呢就变成 x、y 的恒等式呢有两个，啊，对，这两个恒等式呢，关于 x 的求偏导数。求完偏导数之后呢，把相应的偏 u 偏 x 和偏 v 偏 y 给它解，偏 v 偏 x 解出来。另外一组也是类似的来解，这个过程我就，要写一下吗？要写，好，那我就写一写。啊，代入的过程，那么你就是把u 代成 x y 的二元函数，把 v 呢代成 x y 的二元函数等于零。第二个方程呢也是一样的，y 倍的 uxy 再加上 xvxy 等于一啊，这就是代入过程。第一步，第二步呢，关于 x 求偏导，关于自变量求偏导数了啊，关于 x 求偏导，为什么要把这个求偏导写出来呢？就明确的告诉你，这地方把另外一个自变量 y 呢要看成常量了，对不对？哎，有了常量之后，那你下面你来看这个式子，关于 x 求偏导数第一项乘积 x 求导出来是 u，
x 不动，那么是不是就有偏 u 偏 x 出来了，对吧？后面一项 y 呢是常量，那就不动，所以只剩下偏 v 偏 x 的项等于零。第二个式子，关于 x 求偏的 y 是常量，所以第一项求偏的数出来是 y 乘以偏，这是 u 啊，偏 u 偏 x。第二项乘积，先是一个 v，再加上 x 乘以偏 v 偏 x 等于零，出来了吧？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解方程组，谁是未知函数呢？你要求的偏 u 偏 x 和偏 v 偏 x 是你的这个要求的这个函数变量，是不是？剩下的单纯常数直接按照求解微分方程的这个线性方程组的方法呢去求解就可以了，好吧？这个呢就不用再写了吧？你用消元法也行，你用 Clamp 法则也行。Clamp 法则就是我们刚才推导的那个过程。你如果用消元法呢，你就直接去写就是了。你像这个，我要求偏 u 偏 x，我是把偏 v 偏 x 要消掉啊？怎么消掉呢？一个前面的系数是 y，一个前面的系数是 x。那么显然，我要先把它两个系数统一一加，是不是把它就约掉了？这上面这个呢，给它标成乘以 x；下面这一个呢，这是乘以什么？这个乘 x，下面这个是不是应该乘以 y 呀？两个相加，就把它约掉了，约掉。约掉了之后呢，对应的偏 u 偏 x 的系数是不是就变成 x 平方加 y 平方了？那么你将来把它呢进行一项整理的时候，它恰好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分母 x 平方加 y 平方。那么剩下的项呢，上面是 ux，下面这是 vy，那么一项还要移到等式的右端来，所以就是 ux 加 vy 前面添一个括号嘛，对不对？就是消元法，你就可以解了。这个过程，我们同学说需要代入一个例子看一下。那么偏 u 偏 x 会解，偏 v 偏 u 偏 x 呢也就会解，然后另外一组也就会解啊，一样的方法就不再说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比较特殊的例子，像这个第四，我取的是这个 x 等于一加 cos t，y 等于 sin t，z 等于2倍的 sin 二分之七。这个事实上呢，是原来第八章当中的我们一条空间曲线的参数化方程，参数化方程。好，那么现在他说要求导数 dz dx 在t 等于二分之派的时，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仍然要根据索引函数的求导的方法来确定一下函数变量和自变量的问题？你现在是几个方程啊？三个嘛。三个方程是不是三个函数？三个函数变量，那么剩了几个自变量呢？一个自变量，因为你总共只有四个变量，对不对？四个变量当中的函数变量、自变量个数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一个自变量，你看从它这地方的求导的结果当中已经知道了 x 是自变量，x 是自变量，剩下的三个就是函数变量，函数变量，那么就剩下的有谁呢？有 y 呢，还有 z 呀，还有 t 呀，对不对？所以呢，而且都是一元函数，y 等于 y x，z 等于 zx，t 等于 tx 啊。像这些的话呢，我们没有必要写在上面，但是呢，我们心里要清楚。好，这三个函数当中呢，它只要求了其中的一个函数的导数啊，第二个函数 z 等于 zx 的这个一阶导数一阶导数。那么，既然是求一阶导数，你可以根据我们前面的公式法呢，一步步的去做。你也可以特殊一点，因为一元函数的导数，事实上就是它微分的商嘛。既然是微分的商，那你就用微商的这一个结果来做，不就完了吗？你不是要的 dz 除以 dx 吗？所以我就关于 z 这个式子求了一次微分，关于 x 这个式子求了一次微分。求完微分之后呢，它们都是 dx 的微分表达形式。那你把两个一除，是不是把 dt 给消掉了？把 dt 消掉。这就是说，这个做法的话呢，你就可以稍微特殊一点。那有些同学说，我如果根据公式法求出来，是不是也是这个结果呢？我们说肯定是的，肯定是的。你根据公式法来求的话，你要注意到你有三个函数变量，所以你将来出来的雅各宾行列式应该是一个三阶行列式。对不对？那么你要求的三阶行列式的分母，我们不妨呢，现在先来写一下，我们等会儿再下课啊。
负的这条线关系是吧？现在写分母的那个三角函列式，看看我们能不能写出来呢？第一个式子啊，你要注意到把它改写成 x 减它等于零哦，对不对？哎，y 减它等于零，然后还有 z 减它等于零，把左边呢当成大 F 大 G 大 H，OK，大 F 大 G 大 H 要关于谁来求偏导数呢？或者说来求导数呢？组成我们这个分母的形式呢？该函数变量来求导呀，函数变量分别是谁呢？y、z、t 呀，x 是自变量，记清楚了没有？哎，所以这时候呢，你就第一个你来求，这时候你的这个函数关系你要关于自变关于变量 t 呢来求导数，因为 x 不是的，我们就先来写第一个，先写 t 的，再写 y、z 的啊，t 的那么求出来是不是就是负的 cos t 的导数是 sin t 嘛？是不是这个出来了一个了？然后呢，这个函数在关于 y、z 求偏导数，是不是有两个零啊？第一个式子，第一个式子我给你写清楚，大 F t y z x 是自变量，我写到后面去。整理出来呢，它实际上就是负的 cos t，还有一个负一，再加 x 等于零嘛，是不是就是这一项？这一项你看，关于 t 求偏导数出来呢，就是 sin t，x 呢 y，x y z，那么都是常数，所以算出来是一个。它关于 y 求偏导数呢是零，关于 z 求偏导数是零，这就是第一行就写完了。第二行的话呢，你这地方的大 t，那么你这就写出来，它的等于 y 减去一个 sin t，那么关于 t 的导数呢出来是负的 cos t。关于 y 的偏导数呢是一，关于 x 的是零。第三个呢，式子大 H 呢，我们写出来是 z 减去2倍的 sin 二分之 t 的表达形式。那么关于 t 的偏导数呢，出来是 cos 二分之 t，还要再乘以二，还有个负号，也就是负的 cos 二分之 t。关于 y 的偏导数是零，关于 z 的偏导数是一，出来了没？所以这时候的分母算出来恰好就是 sin t 哦，就是我们下面将来求导的时候，下面是不是有个 sin t 啊？有吧？那么另外的分母呢，表达形式当中呢，我们需要把 z 求导的那个项换成关于 x 求导的项，注意 z 求导的项在后面这一列，对不对？哎，你把它换一下就行了。所以前面两列呢，你就可以先照抄下来，照抄下来，照抄下来，还有一个负的是吧？cosine。那么零一零，最后一列关于 x 求导，你看第一个式子出来是不是一啊？第二个式子关于 x 没有是个零，最后一个关于 x 出来没零吗？问一下，这个分母是不是也很好计算？计算出来是不是 cos 二分之七啊？是吧？这个系数矩阵嘛，呀，你这个求行列式肯定很好做，所以答案是一样的啊，大家没有必要担心。所以呢，有时候呢，用简单的方法，或者你用复杂的方法，最后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好了，下课休息一会儿吧。你看看啊。9点半，而且对我来说下雨。
左右。当时我本来准备路边的其他项目。那他可能是你时间快过了还是怎么的，或者说信息没传上来。在西城，你这就李公林，对吧？李公林是你们班的。李登，还有一个李一霞，张一霞。把姓都给改了，曾一鸣还有张伦，你们要是到了的话呢，给我发一个信息啊，给你改一下。还有个许卓维、陈运泽，啥是一五的时候。刘龙清到十二了，占据，这就李登，陈康，这么长的名字干啥？啊？为什么他们前面加个 BM 是啥？陈凯，我们的同学是把学号写错了吧？你学号怎么可能会是2002呢？肯定是2020吧？是不是？看这就不对劲了。你这是自从生了多少年？再接一个吧。2001。更离谱了。更离谱了。因为学校不可能给你那么多次机会让你重修呀，你得修20年了都。重修二十年。最近呢？所以要时不时的要检查一下，看看你们都。这个东西就是七的两个分析。不客气，好像没有算了一下。还让我们好了，我们下面呢发请函数的这个微分方法呀、啊，那么来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计算方法，从计算的角度入手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关键之处呢，一定是要找到函数与自变量。
因为你把函数和自变量搞清楚了，你才能够知道你这个求导是关于哪个求导，对不对？哎，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呢，我们说是这里面呢有一个是方程的个数是等于隐函数的个乘，啊，方程组当中的总的变量的个数，那么一定是等于函数个数加自变量的个数。所以呢，你要数数，总共是四个变量，如果是两个函数变量，那么两个就自变量；如果三个函数变量，一个就是自变量，对吧？哎，这个呢要数清楚。好，第二个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介绍的三种方法，求导数或者求偏导数的方法当中呢，一个是代入法，一个是微分法，一个是公式法。不管是三个方程也好，还是方程组也好，三种方法呢都可以用，对不对？哎，所以关键的地方呢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呢，主要就是隐函数存在的这个条件里面，这个充分条件呢有三个条件，是吧？第一个呢是那个偏导函数要连续，第二个是满足方程，第三个是关于函数变量的偏导数的不等于零，或者说它的亚特比行列是不等于零，是吧？如果是多个函数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条件。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加一个啊，这个备用题。这个备用题呢，因为我们书上呢给出来了，有些同学呢还是蛮喜欢看书的，所以呢可能会对这个题目的话呢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们顺便说一下。这地方呢，事实上是给出来的这个隐函数组它的反函数的求导问题。我们是不是在一元函数的时候曾经给出过反函数的求导公式啊？还记得一元函数的求导公式呢？很简单吧，是不是？是什么形式呢？如果是 y 等于 yx， 它的反函数是 x 等于 xy 的话，那我们就知道 dy dx 是不是等于反函数的导数的倒数，对不对？是这么写的。那么对于方程组而言，那么它的反函数组的导数的话呢，又是如何来做的呢？对吧？自然而然我们就有这种问题。那么围绕着这个问题就出来的是这一个例子啊，出来这个例子。好，那我们就来先读一下这个题目，它的原函数组是什么，反函数组是什么。 OK， 好，原函数组如果是x 等于 xuv， y 等于 yuv， 那么说明函数变量是 xy， uv 是自变量，对不对？哎，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原函数组好了，是一组给出来的。那么它的反函数组呢，就是后面所写的这个反函数是 u 等于 uxyv 等于 vxy， 是吧？那么现在呢，它给了一个条件是xy 关于 uv 的这个偏导数不等于零的时候，我们要求由这一组原函数组最后能够确定它的反函数组，并且它的反函数的话呢是一个单值连续的却具有偏导数的，它的偏导数呢如何来求。第二问就是求偏导数了，对吧？那么既然是这么一个题目，那么事实上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利用这个隐函数的存在性定理来证明这个题目就够了。那么你要来证明的话，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先把大 F 大 V 呢设出来吧，对不对？大 F 怎么设呢？那么你就是把这个方程不是一般都是移项吗？移项之后就是 x 减去 xuv， 对不对？哎，是这个方程。第二个呢就是 y 减去 yuv。 那么你现在呢，你就看到大 F 大 G 呢总共是几个变量的函数，几个变量的函数啊？xyuv 嘛，四个变量的，对不对？你要数整个方程组的啊，不能数一个方程组，总共就是四个变量的。四个变量的，它现在呢要我们说是确定的反函数呢是 u 和 v 是函数变量， u 和 v 是函数变量，那么自然而然 xy 就是自变量了，对吧？所以我们要证明这样的一组隐函数存在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证明大 F 大 G 关于函数变量 uv 的那个亚特比行列是要不等于零？出来了吧，这就是说我们要检验的条件就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大 F 大 G 关于 U 和 V 的亚特比行列式是否等于零的问题。那么你刚才也说了大 F 大 G 是四元函数，所以你关于 U 和 V 分别求偏导数的时候，其他变量是不是要看成常数？好，那你大 F 关于 U 来求偏导数，这地方呢我们就写大 FU， 这地方写大 FV，
这地方写大 G U， 这地方写大 G V。好，我们再写一行吧。我本来想直接写，大 F 关于 U 的偏导数是谁呢？你要把 X 看成常数，要把 V 看成常数，把 Y 是不是也要看成常数？好，那么来算一下，是不是负的 X 关于 U 的偏导数？没问题吧？第一个，然后大 F 关于 V 的偏导数呢，是负的 X 关于 V 的偏导数吧？X 是常数嘛，里面没有 Y， 那么 Y 当然也是常数了。大 G 呢，大 GU 大 GV 呢，那么 Y 是常数，所以这个出来就是负的什么 Y 关于 U 的偏导数，这个是负的 Y 关于 V 的偏导数。整理一下，整理一下不刚好就是 XY 关于 UV 的雅各比哈列式吗？负号负号约掉了嘛，是不是？是它根据条件我们知道了它确实不等于零啊，根据这个条件我们知道它确实不等于零。既然确实不等于零，是不是我们就证明了第一问它的反函数存在？来啊，反函数存在，反函数存在了，并且反函数呢它是可导的，它的导数怎么来求呢？导数比如说是我们拿这个偏 U 偏 X 来说的话，我们仍然拿公式法呢来说，是不是一个负的对角线关系？好，它的这个分母是谁呢？不就是这个偏 XY 偏 UV 的这个雅各比哈列式吗？就是我们刚才算的这个。好，那么分子呢是谁呢？分子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把关于 U 的偏导数要换成关于 X 的偏导数？那么这地方的这个换我就拿蓝色的来画一下，你要换的是这个两个，是不是换这两个？那你关于 X 的偏导数你看看是谁？fx 出来是不是是一啊？哎，怎么换成这个红色的啊？绿色的你们会看不清楚，换了两次都没换过来，就是这个 fx 就是一嘛，你看这个式子对不对？大 gx 呢没有啊，这项是零嘛，所以这地方呢就是负的 fv， 这地方是负的 yv， 前面还有一个负号我就带完了。你看分子刚好等于谁呢？是不是负的 yv 啊？负的 yv 这还有个负号，所以就是正的 yv，y 关于 v 的一些偏导数再除以它的雅各比哈列式 xy 关于 uv 的雅各比哈列式，完了吧？这不就是我算出来的吗？我算了一个偏导数呢，结果出来就是这个。好，从这个结果当中呢，大家发现了什么呀？是不是发现我们的偏导数没有这个说偏 u 偏 x 等于偏 x 偏 u 的导数啊？没有这个结论吧，所以你千万不能用。你看看人家这个结论，有一个分母不说，而且分子是 y 关于 v 的偏导数，这地方是 u 关于 x 的偏导数，差得很远哦，是吧？哎，所以的话呢，也就是说啊，不要想当然的取用一些结果。这就是我们书上的这一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总体上来说，这就是整个的证明过程。整体上来说呢，就是根据隐函数存在定理。你看我是检验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验证完了之后根据公式得到答案。 OK， 就是说整个的做的过程呢要有理有据，要有顺序啊，逻辑关系要清清楚楚的。好了，那么对于这个隐函数存在定理啊，我们就说完了。隐函数存在定理说完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二节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就进行完了。第一个是偏导数的定义和计算，第二个是犬微分，第三个是高阶偏导数，第四个是复合函数微分法，第五个是隐函数微分法，对吧？哎，这五个的就全部介绍完了。全部介绍完了之后啊，哎，大家记得一元函数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左导数和右导数啊？记不记得左导数呢？那么当然是函数的增量呢应该是沿着你所给的这个我说的左导数吧，左导数呢，你加上沿着那个 x 轴的负向函数的增量除以自变量的这个增量，对不对？哎，那么右导数呢？那么就是函数呢沿着 x 轴正向的增量除以自变量的增量。我们现在呢将那种情况呢进行推广，那么得到的就是我们这地方所说的方向导数。啊，这地方的方向导数。那么大家想一下，对一个二元函数来说，从一点出发的方向呢有多少个呢？我们就拿二元函数来说，假如说这是 P0 点，它的方向是不是有无穷多个呀？对不对？哎，你三元函数你是不是也有无穷多个方向？
而我们这一个平面上的或者空间当中的方向，我们又是如何来表示的呢？你要把它理清楚。我们是不是一般用单位矢量来表示？单位矢量表示方向嘛，模是表示大小，对吧？好，那么拿二元函数来说，我如果建立了一个坐标系，对应的从一点出发的这个方向，用单位矢量来表示，我们一般是用 cos 阿尔法、sin 阿尔法来表示。阿尔法呢，表示的是什么呀？阿尔法是不是是表示的是这个向量与 x 轴正向的夹角，对吧？你正与 x 轴正向的夹角一出来，那么你的 y 轴正向的夹角的话，大家根据那个关系应该是成一个什么互余关系，是不是？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用 sin 阿尔法来表示就行了，因为你只需要定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出来了，所以用一个角度来表示，就是 cos 阿尔法和 sin 阿尔法。当然，有些同学呢，非要用我们这个方向余弦来表示的话，那你不外乎是写成 cos 阿尔法、cos 贝塔。但是呢，你要注意到贝塔和阿尔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二分之派减阿尔法呢，还是说是我看看在第二象限的角度，第二象限的角度的话呢，如何来写？应该是阿尔法减二分之派了，是吧？对不对？哎，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注意一下对应的那个角度。我现在呢，只是写了一部分的啊，不是所有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一组来表示就够了啊，这一组表示就够了。这是一个。那么在空间当中呢，我们的单位矢量，大家知道我们就是直接用方向余弦来表示。假如方向角为阿尔法、贝塔、伽马，那么方向余弦就是 cos 阿尔法、cos 贝塔、cos 伽马，对不对？那么根据这个方向导数，由这个单侧导数推广而来的话，所以呢，我们将来就需要呢给出一个什么 P 零点，还要再给出一个方向来，然后在这个方向所组成的射线上再给一个动点 P， 对不对？哎，这时候呢，我们将函数在 P 点的值再减去它 P 零点的值，这不就是在这一个方向上的增量吗？再除上它自变量的增量，那你说取谁呢？你只能取距离啊，你还能取别的吗？对不对？哎，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应该下面是取的是 P 零 P 的这个距离。当这个距离继承肉吧，当肉趋向于零正的时候，那么它对应的极限值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方向导数就出来了。这就是将一元函数的单侧导数直接推广为多元函数的这个方向导数。好，这是推广了。那么从实际应用当中呢，方向导数呢是非常有用的啊。我画了几个图，我是在网上找了一点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山路，看到了没？哎，这个大山上面弯弯曲曲的小路呢，居然有两条，一条是这个车走的，一条可能是人爬的吧，是吧？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差不多。自然而然，我们可能就会有问题问：那么哪一条路更陡一点呢？当然，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我们从数学上是如何来计算呢？用方向导数来计算，就是可以研究它的高度函数，沿着哪个方向的这个变化率，就方向导数大，那绝对值大了，那么就说明你这个陡度大，是不是？那么如果是正的，说明你是在增加啊，你越来越高；如果是负的，那么就说明你的下降啊。所以这时候的话呢，这就是一个研究的。另外呢，还有像这种溶液，这地方呢给了一个高锰酸钾，在水中的话呢，溶解扩散的一个样子。那么这个扩散的时候呢，显然在不同的方向上面扩散的速度不一样吧，是不是？又涉及到这个沿着某个方向的函数的量的变化率，那么变化率呢就是方向导数。还有这个的话，可能是某个化工厂爆炸了吧，是不是浓烟滚滚？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研究一下它这个有害的这个物质，那么扩散的是沿着某个方向的扩散的速度是多少，是不是？那么类似的例子呢有很多呀，尤其是你像这个研究什么气象的，常常要研究一下沙尘暴从哪个方向过来，速度是多少，什么时候到达哪里，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热带风暴是吧，或者说是龙卷风啊，哎，从哪个地方生成了，然后朝哪个方向移动，什么时候估计到哪里。当然估计的话呢，你可能一般来说是沿着直线方向走的，或者考虑一下可能有海岸线的时候会受一点影响，是吧？哎，所以这时候的话呢，这种就预计啊，或者说是这种天气预报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都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啊，都有关系。
当然它会是在基于一定的数据的基础上面，那么进行了相应的研究。那么我们这部分内容呢，将来给大家分成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方向导数的定义和它的计算咯，方向导数的定义和计算。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方向导数与其他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前面是不是学了很多关系啊？这个也是一个重难点内容啊。第三个部分呢，那么提出来一个梯度的概念，那么对于梯度它的定义、它的含义以及它与等值线的关系和相应的应用啊，那么也有很多，也有很多。当然呢，我们会挑一部分讲一讲，不会把所有的都拿出来讲一遍，当然太多了啊。好，首先方向导数的定义，根据我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先有函数吧，然后呢再给一个定点。定点给成 P0， 然后要求这个函数呢在这个领域里面要有定义吧，你没有定义的话呢，那我就无法找到沿着一个射线的函数的增量了，是吧？要有定义，有定义呢，然后就给了一个方向 N， 一个方向 N， 但 L 呢是以 P0 出发，沿着 N 这一个方向的一个射线啊，沿着 A 方向的一个射线。那么这时候的话呢，我画的 N 呢应该是在这个方向，这就是那条射线喽，啊，那条射线，射线一出来呢，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这条射线上来看函数增量，那么自然就是 FP 减去 FP0 嘛，函数增量出来了，再除以自变量的增量，自变量的增量用两点之间的距离 P0 和 P 的距离， P0 和 P 的距离呢我们记成了 rho， 我看在哪里说明呢，我们写但是在那画了一个是吧，图形上面画了一个 rho啊，那个距离呢进行 rho， 那么当 rho 趋向于零时，我们来考虑这个极限，如果这个极限存在，我们就称这个二元函数在点 P 沿着 A 方向呢就有方向导数，并且方向导数呢继承它。好，那你看这个七号里面应该有几个变量，固定了 P0，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无穷多个 N 的方向去计算方向导数，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研究一个函数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方向的方向导数存在，在另外一个方向的方向导数不存在，对吧？哎，比如说是你这时候呢站在一个三边的一个悬崖边上，你这时候还能够往前跳吗？这时候的那个变化呢，这个所谓的方向导数就是趋向于无穷了，这时候呢我们是就方向导数不存在的，但是呢你可以沿着边上走啊，是不是有一部分它的方向导数有可能是存在的，所以这时候呢和你这个一元函数也是一样，一元函数有可能右导数存在，左导数不存在，也有可能左右导数都存在，对不对？哎，所以跟这个是类似的，哎，类似的。其次第二点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我把 N 呢给固定下来，我就是这个方向固定下来了，方向我固定下来了，那你想一想，在一个在一条曲线上面的话，所有的方向我固定下来，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不同的点上面我去计算它对应的这个方向导数吧，是不是啊？哎，我先把这个这个点呢我可以让点变化起来，所以在后面我们将来计算所谓的方向导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一下到底是 P0 是变化的呢还是 N 是变化的，是吧？ P0 如果是固定的，那么 N 是变化的，我们在后面有结论，我们知道是沿着它的梯度方向的方向导数是最大的，负的梯度方向呢方向导数是最小的，但是如果是 N 是固定的而 P 是变化的，那你就没这个结论了。你看我 N 的方向始终是固定的啊，你这地方的点的变化也是可以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个记号它所包含的这个含义，这是第一个定义。好，那么把这个定义当中呢里面的 P， 哎，这个射线上面的这个 P 点的哎边上的 X 弯呢我给它表示出来，用什么形式来表示出来呢？那么自然是用参数形式来表示出来嘛，你过了 x0 y0 点，对不对？你的方向是谁呢？这地方我写了 cos alpha cos beta， 那你就 cos alpha cos beta， 这是不是你的方向出来了？你沿着这个方向走了多远的距离呢？ rho 啊，是不是 xy 呢？我就把它用参数形式表示出来了。啊，表示出来之后呢，那你就带到刚才的极限表达形式当中，就是我这一个长长的这个极限。这个极限一出来呢，我们同学发现了什么特点呀？根据这个定义，是不是就是前面这个
复合的一元函数关于入的导数问题，全导数问题。外层函数是 f(x,y) 呢，二元函数。内层函数 x 是不是等于入的表达形式 ？y 是不是也等于入的表达形式？是两个一元函数，所以就是二元函数与两个一元函数的一个复合。复合函数呢，我来求关于入的，在入等于零处的偏导数，对不对？既然是求关于入的这个偏导数呢，那我们前面是不是就有一些结论？复合函数求导的那个结论有了吧？记得全导数公式当中的条件给的是什么？外层函数可微，内层函数可导，则这个复合函数的导数是不是就用那个链导法则就推出来了？啊，要不要我把复合关系图再给你画一遍？那我就画一下吧。你这地方呢，这个 z 啊，是通过函数 f 与 xy 联系起来 ，x 是肉的函数 ，y 它也是肉的函数。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复合关系图啊？有了这个复合关系图，那我们求出来的结论应该是谁 ？f 关于 x 的偏导数乘以 x 关于 肉的导数，再加上 f 关于 y 的偏导数乘以 y 关于 肉的偏导数。x 关于 肉的偏导数是谁呢 ？cos 阿尔法呀。y 关于 肉的偏导数是谁 ？cos 贝塔呀。哎，清清楚楚的。所以下面我们就涉及到我们这一个计算了啊。把这个公式方法计算的结论呢写出来就可以了。二元函数可微的时候，我们刚才所给大家画的这个复合关系图我们用一下就行了。 xy 它是肉的函数，它也是肉的函数，所以写出来就有偏 f 偏 x 乘以肉关于 x 关于肉的偏导数 cos 阿尔法，再加上 f 关于 y 的偏导数乘以 y 关于 肉的偏导数 cos 贝塔，出来就是这个，对吧？出来是这个呢，那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上不就是 fx fy 这个矢量与 cos 阿尔法 cos 贝塔这个矢量的点积吗？对不对？所以呢就把它记成这个公式了啊，记成这个公式。那么在后面我们把前面的那一个呢就记成 f 的梯度，在 t 零点的梯度值，再乘以这个单位矢量 cos 阿尔法 cos 贝塔啊，记着是个单位矢量。这个条件呢是在我们复合函数的全导数公式当中那么所给的结论用了一下。这个条件呢就是外层函数必须是可微的，必须是可微的啊。那我们同学说它不可微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方向导数了吗？哎，他有时候还是会有的，还是会有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第二种计算方法就出来了。不可微的时候用谁来计算呢？定义嘛，是不是？你看跟那个全分地方是一样的呀。如果是我知道它可微了，那我直接用全分公式；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用定义先是验证它可微还是不可微，然后再来套公式，对吧？一样的方法。这个地方呢也是的，可微呢直接用公式。啊，不可微的时候呢直接用定义来做啊，用定义来做。这就是我们这地方的计算方法的两种。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利用计算方法来计算几个方向导数，看看我们如何计算的啊。这就是我们这部分的一个重点内容啊。第一个题目呢简单一些，就是重点内容还不算是很难。看看这是几元函数呢？几个自变量？二元函数吧，对不对？二元函数在原点，那么就说明那个 t 点是原点啊。沿着以下方向的方向导数，给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 n， 另外一个是 m， 一个是 m。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我们利用哪一个方法来计算这个函数的方向导数呢？首先，你先检验一下。这个函数它的是不是是一个可微的？可微又是怎么检验的呢？检验它的一阶偏导数是不是连续，是吧？哎，一阶偏导数呢，我们就很容易求出来，可以算一下 ，zx 呢等于 y 倍的 e 的 xy 再加上一个三，而 z 关于 y 的偏导数呢是等于 x 倍的 e 的 xy 加一嘛。
是不是显然这个函数呢在原点是一个连续的，是连续的，那么说明这个函数在原点处就是可微的。既然是可微的，那我们就要用公式。用公式呢，第一步先算什么呀？是不是先算它对应的梯度呀？梯度是谁呢？梯度就是 zx 以及 zy 在原点处的值嘛。原点因为我写成 P0 了，我就写，那你就把 P0 呢带进来嘛。啊 ，P0 带进来。第一个 P0 带进来是不是三？第二个 P0 带进来是不是是一？所以算出来的就是三一，这是第一步。你要写在本子上的，先写这个。第二步，第二步用公式的时候，是三一这个矢量和谁点击呢？是不是和单位矢量点击？哎，所以你这时候呢，还需要把这个 a 呢给它单位化 ，a 给它单位化。好的，你想一下，单位化那么就是除以它的模了，就是根二分之一和根二分之一了，出来了吧？所以下面我们要做的结论就是偏 z 偏 n 在坐标原点处的方向导数值就是三一和二分之一根二分之一根二分之一的点击等于两倍的根号二。计算过程清楚了没有？这是第一步，先算偏导数。偏导数算出来之后呢，要看一看它是否连续，也就意味着这个函数是否可微，对不对？如果可微了，就把偏导数的值在 P0 点算出来，那么就是所谓的梯度就出来了。第二步呢，要把这个矢量呢单位化，单位化的每一个分量就是它的方向余弦了，这就是 cos alpha， 这就是 cos beta 了，对不对？哎，然后呢带公式，最后把结论写出来。这个地方的解答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我写的是不是很短，它中间的这边的草稿完全就取掉了，当然我们同学如果愿意写上去也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因为你刚刚开始做嘛，多写两行没有问题。我只是为了往这地方多腾一点地方，所以我特意写的比较少。当然我写这么少呢，也可以说得过去。好，下面还有要说明大小符号的含义是什么？哎，这时候我们算出来的方向导数是不是是个正的？两倍的根号二呀。那么说明了什么呀？说明这个函数沿着一那个方向呢，在原点处是增加的，增加的那个变化率的绝对值就是你变大了，是吧？变化率了是两倍的根号二啊，变化率是根号二。所以我下面就说符号为正，说明函数沿着此方向是增加的。 OK， 这就是它的意义。第一步我就做完了。那么第二步的做法是不是跟刚才是一样的？哎，仍然是在原点处沿着 M 点的，那么这时候函数也是可微的了，看一眼就行了啊。其次呢，你要在原点处的值三和一呢我已经求出来了，下面一步是不是要把矢量的单位化，单位化这个单位化出来是多少呢？ a 平方加一减 a 的平方再开方，就是这么个值呢，是不是？哎，那个模算出来，然后呢给它啊作用上去除一下啊，乘一个模的倒数，那么就得到了哎，我们对应的它的这个单位矢量，单位矢量写出来在哪里？ Theta 与 M 矢量的夹角，我把它呢给了一个夹角出来了，那么就算一下吧。这个 M0 那么事实上呢应该等于 A 一减 A， 那么应该再除以它的模是 A 平方加上一减 A 的平方，那么为了好做区间，我把这地方呢给它设了一个 theta， theta 设的是梯度与 M 矢量的夹角，因为你这地方的矢量呢是固定的，还有梯度的方向呢也是固定下来的，对不对？哎，我把它的夹角呢设成了一个 theta， 那么这地方的点击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点击的公式来计算，它计算出来呢当然就是三一这个矢量的模再乘以 M 矢量的这个模是一，再乘以它夹角的余弦，对不对？哎，夹角的余弦。好，那么这样做呢，我们会发现什么现象呢？是不是随着当你这地方的夹角 theta 如果和你这地方的方向导数和你这个梯度的方向如果是一致的话， cos theta 是不是就等于一？这个值是不是就是最大的？哎，当 cos theta 的值如果是等于负一呢，
也就是说负梯度方向的时候，它是不是对应的这地方的值就是最小的负的根号值。还有一个是当西塔等于二分之派的时候，它的这个值是不是刚好是个零，所以说明也就是说沿着垂直与梯度的方向函数的是没有增加的，是不是？哎，是没有增加的，沿着梯度的方向增加是最大的，负梯度方向呢是减少最快的啊，是减少最快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结论啊，这些结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也说可微的时候如何计算方向导数，并且得到了方向导数的对应的一些跟方向有关系的结论啊。这个因为我们在后续还要继续讨论，我们就不管它了。好，下面来看这个第三，当然那个第二呢我去了啊，所以我们直接看第三了。第三这个函数要分析下列函数在原点处的连续性、可导性、可微性，并分析沿着这个方向的方向导数是否存在。哎，我们这个呢一研究好像就是跟前面的关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呢就要联系起来了，是不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函数连续不连续呢？连续吧，是不是？这原点处啊，原点处连续吧，可导吧，可导。好，第三个可微吧，可微吧，是不是？因为它的一阶偏导数一个是 y 一个是 x 嘛，显然在原点处呢是这个一阶偏导连续的，那么当然是可微的。所以第一个我回答的是偏导连续沿着任何方向的方向导数呢那么都存在，这写了这么多呀，偏导存在也连续还可微啊，写太多了。好，那么下面一步，它所谓的计算一一这一个方向的方向导数的话，是不是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第一步应该是先写出这个函数偏 z 偏 x 在坐标原点处的导数值，那么就是 y 在零零点代值，最后出来是一个零。还有一个是偏 z 偏 y 在零零点处的偏导数值是一个零。下一步，那么写出它的方向导数来，那么事实上呢方向导数偏这个函数是 z 啊，偏 z 偏 a 对吧，在原点处的方向导数值就等于零乘以单位方向余弦根二分之一，再加上零乘根二分之一等于零，等于零。所以说明一这个方向呀是这一个函数的什么方向呢？是它的函数呢没有增量的一个方向，虽然和它的梯度方向是垂直的。大家知道这个函数是什么呀？马鞍面，记得吧？那个马鞍面呢，它的特点呢是沿着 y 等于 x 这个方向呢是两头翘起来的，是吧？沿着 y 等于负 x 的方向是不是两头掉下去了？那么沿着这个一方向的话呢，也就是说在坐标原点那个地方它是没有变化的。坐标原点那一点它是个平的马鞍面，像那种点我们一说也叫鞍点啊，就是它的梯度等于零的那种点，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鞍点，说明在那一点呢或者叫重点，就是函数值的变化率是零的啊，变化率是零。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第二个说的是 b 是这么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把它是作为什么，在坐标原点处是连续的，而且呢它的偏导数也是存在的，偏导数两个都等于零，可偏导啊，又连续又偏导，但是在原点处不可微的一个例子，是不是？既然是不可微的例子的话，那你要计算沿着一方向的方向导数，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是不是只能用定义？哎，所以我们第二个必须用定义来求它的方向导数。那么下面我们就用定义来算一算了。第二个啊，偏导数是等于零，它是连续的，但是不可微啊。那么要算方向导数呢，它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写一下，偏 z 偏 n 在坐标原点处的这个导数值就应该等于它的距离趋向于零正，下面是不是要除以它的自变量的增量的一个距离？上面是谁呢？是不是是这个函数根号下啊，那个 x 等于谁 ，y 等于谁？如果用肉来表示的话 ，x 是不是应该等于根二分之一 cos 阿尔法？哎，
根二分之一乘以 rho， 这个已经是 cos alpha 了，对不对？根二分之 rho， 然后呢 cos alpha 也是等于根二分之一，所以乘以 rho， 这就是 xy 的表达形式。那我们把它带进来，根二分之 rho 乘以根二分之 rho 的绝对值，因为它本身是做的重是正的，所以绝对值可以不用加吧，可以不用写啊，再减去坐标原点的值，然后再除以 rho 的极限。那你说这个极限有没有呢？有啊，算出来是多少呢？根二分之一，对不对？所以说明这个函数呢，虽然不可微，但是它沿着一方向的方向导数是存在的，而且是等于根号二分之一。大家还记得那个函数图形，我说是东来西北风的那个东西吧？它实际上是沿着每个方向的方向导数都存在，啊，都存在。注意啊，这地方的 cos alpha 是等于根二分之一啊，这个地方的 sin alpha 是等于根二分之一的，这个是我已经带进去了啊。看看这就是计算的方向导数的过程，这地方用的是 t， 用 t 也可以 ，t 去下引证嘛。那么第三个函数呢？四次根号下 x 乘 y 的绝对值和二次根号下 x 乘 y 的绝对值好像差不多吧，是不是？哎，差不多。我们说呢，那个东南西北风的每一个就是折来折去的每一个面呢，实际上还是个平的，可你的四次根号下这个东西呢，每一个面呢有可能就变成弯的啊，但是呢中间仍然有折痕啊，仍然有折痕。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小鸡破壳的时候，那个鸡蛋壳是弯的，但是你要把它打碎了之后，是不是有折痕的那个样子？大概就是那个形状啊。你现在就可以这么想象。那么计算过程跟前面呢就是一样的。首先可以计算出来偏导数等于零吧，看一眼就行了，连续也没问题吧？但是这个函数呢，照旧也是不可微。那么要计算它的方向导数呢，跟刚才的计算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最后呢，算出来这个方向导数呢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同学说存在不存在呢？那我们就再把上面一个题目稍微拿颜蓝色的改一下。啊，注意一下 ，cos alpha 是不是仍然是等于根二分之一 ？sin alpha 是不是也是等于根二分之一？所以这时候呢，因为我们下面用的是 t， 那我就用 t 来写 ，t 乘以根二分之一 ，t 乘以根二分之一，对应的函数呢，这里是四次根号下。对不对？哎，这地方写成 t， 那么下面就是除以那个距离 t。那你现在来算一下，这个出来是多少呢？上面是不是这个根号二乘根号二是二？二开四次方，那么就是二开四次方是不是是个根号二？二开四次方是根号二嘛，对不对？哎，所以下面将来有一个根号二，把它移下来。还有这个 t。金平方开四次方是多少？七的二分之一次方，七的二分之一次方再除以七呢，那么就是七的负二分之一次方。所以最后整理一下的答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它趋向无穷，是没有极限的。那么也就是说明啊，它的这个坐标原点处沿着这一条线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与 z 轴，哎，是一个相切关系，对吧？与 z 轴是一个相切关系，所以你稍微一改变呢，它那个变化率呢就是趋向无穷的。啊，趋向无穷的，这个就是我们给的第三个例子。那么这三个例子呢，就进一步给大家总结出来。也就是说，函数如果可微，直接用公式来做；如果不可微，用定义来做，那么有可能是方向导数存在，有可能方向导数不存在，对不对？哎，一定要把它一步一步写清楚啊，写清楚。好，那么这样的两个大的例子，也就是说是啊，把我们方向导数的计算。那么基本上呢，就给大家啊总结了一下。好，那么下面对于方向导数的几何含义，方向导数的几何含义呢，我这地方呢画了一张图，那么我来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给了这张曲面，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曲面就是我们的函数 y 等于 fxy， 这就是我的这一张曲面，对不对？哎，这张曲面，这张曲面上面，你首先是不是在固定的一个 P 零点？好 ，P 零点对应的这个图像上的点，就是我这地方所给的 M 零点。M 零点，好，
然后呢，你是不是在 P 零点给了一个固定的方向，给了一条射线吗？好，那你的射线呢，就是你定义域上面我所给的这个方向喽，这个射线出来。你说射线在空间当中，它是不是表示了一个半平面，对不对？好，那你这个半平面呢，就和曲面呢相交，交出来呢有一条曲线喽。你把一个曲面，你这时候拿了一个刀切了一下，是不是相交了一条半？这个叫曲线的一半，这叫什么？半曲线，又不能叫射线啊，反正就是，曲线的一半嘛，就是这样的一条曲线出来。这个曲线一出来，注意这个曲线呢是在那个半平面上。那你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做它的切线？这就是我写的这个 T， 这就是 M 0 T， 就是它的切线了。啊，那么你所谓的这个方向导数，就是指的是这个在 P 零点的对应的那个空间当中的这一条曲线的那个单侧的函数的变化率，或者单侧的切线的那个曲率，对吧？斜率啊，单侧的切线的斜率。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就说在 P 零点的单侧切线的斜率。哎，所以跟方向导数的，或者说和偏导数的那个几何含义呢是类似的。你那个是完整的一条那个切线嘛，对不对？现在呢，我这个切线呢是一个半切线，是个射线形式的，把射线的那一个单侧的这个斜率啊，单侧斜率。当物理含义呢，仍然是沿着射线方向的函数的变化率哦，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啊，这是第三个，我们讲到了这个方向导数的这个几何含义。那么前三个呢，我们实际上就是讲的，一个是方向导数的定义和计算，第二个呢给出来的就是这个方向导数，那么第三个给出来的是它的这个，第一个是定义，第二个是计算，第三个是几何含义啊，几何含义。那么把第一个大的问题解决之后呢，我们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说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要谈一下方向导数与偏导数与连续与可微，那么它之间的关系，啊，可微之间。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来讨论与连续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在一点处的任意一个方向的方向导数都存在的话，函数是否是一定连续的呢？我们说不一定。我回答的是 no 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个所有方向导数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呢，它的那一点处不连续。我挑的是我们前面曾经给过的这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不连续在前面已经证明过了。我现在只需要说明这个函数沿着任意方向的方向导数都存在就可以了，对吧？好，任意方向的方向导数，注意它的这个定义形式。一个呢是在这条直线上定义为零，在这条直线外呢定义为那个形式。所以呢，我必须要把那条直线上的两个方向，一个是阿尔法等于四分之三派，一个是阿尔法等于四分之七派，这两个方向呢给它分开，对不对？哎，一个是不包含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包含这两个方向。那你在这两个方向上面对应的函数值是不是始终是零啊？所以函数值的增量就是零点零了，再除以它的距离的极限呢，那么当然是零。所以这两个方向的方向导数存在是零啊。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呢，其他的函数值呢是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形式。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时候呢 ，x、y、u 都是以坐标原点出发的，所以对应的参数表达形式呢就是root 乘以 cos 阿尔法，然后是 root 乘以 sin 阿尔法，带到函数的表达形式当中去，这就是函数减去原点处的函数值，就是函数增量，再除以 root。 大家发现这个 root 呢，是不是上面这个约点之后呢有一个 root 和下面 root 约掉了，所以剩下的就是阿尔法的一个表达形式。那么显然，也就是说，你当你的阿尔法不等于四分之三派和四分之七派的时候，这个值是一个定值嘛？给一个阿尔法一个值，给一个阿尔法一个值，所以也就说明其他方向的方向导数呢也是存在的。这样呢，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函数在原点的任意方向的方向导数就存在，再加上以前所证明的在原点处不连续，就得到了方向导数都存在也不能说明函数连续，是吧？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先看到这个地方，下一次课呢仍然是先进行方向导数与梯度啊，有时间呢再往后面加一点几何应用，好吧？今天就到这儿。